怎么这么咸？不咸。你这都吃了半碗了，才觉得咸啊！哎哎，心情不一样，味道能一样吗？是吧？嗯。林总，我有重要的事，你出去吧。 今天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家的一点私事，还让您专程跑一趟。其实我是个做事非常严谨的人，我在找鉴定机构之前做了很多功课，包括你的讲座，你在网上的专访，我都看了。但我更看重的是你在业内的名声。我在业内的名声？对，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。 所以这一次，我是专程回镇西来找你的。从诺信找到了安和，这才终于把你请了过来。我本人呢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，想请你帮忙做一份亲子鉴定。但是在做鉴定之前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请讲。我不喜欢兜圈子，就直说了。你也晓得，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。 凡事都要对自己负责，对公司负责，对股民负责。但除了公事之外，我不希望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博大众眼球，对公司的股票产生无谓的影响。所以，在做鉴定之前，我需要你把这份东西签了。非司法要求的亲子鉴定本身就是不公开的。 鉴定委托人有权不提供任何证件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鉴定中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份鉴定委托书是您做的。其次，样本自行取样，鉴定结果只会提供给您本人，也就是说，这份协议签或者是不签，您的隐私都会受到保护。你可能不了解我做事的态度，如果可做可不做的事，我一般都选择做。不好意思，林总，我做事情也有我自己的原则。嗯。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亲子鉴定师，是。冬至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哥，在镇西也是开自媒体公司的。我弟看不惯我，但我喜欢他，我就喜欢他这种看不惯我又弄不死我的样子。所以说你们两个找我来，到底是谁要做？我俩。都做。嗯，和同一孩子分别做。 看看到底谁是孩子的亲爸。听起来是有点狗血，但其实也没那么夸张。那时候我俩都还年轻，正在创业，租住在温哥华花园的三居室里。我们招了一个国内学设计的女孩子和我们一起干。那女孩我没记错的话叫翟若曦，是吧？ 这事过后。
我就和我哥分家了，就去了杭州发展。我刚走不久，翟若曦就打电话想找我复合，说她怀孕了，孩子是我的。但我不信，我一想到这件事就觉得恶心。后来从别的朋友那儿听说她自己把孩子生了下来，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滑稽。以为把孩子生下来就能吃定我了吗？你怎么不想着他把孩子生下来是因为对你还有感情呢？还不晓得孩子是谁的，就说对我的感情。要真的他对我有感情，他会跟你上床吗？那天我喝断片了，没准就像他自个儿说的那样认错人了呢。我俩哪一样？他能认错？你要是同情心犯了，怎么不早把他收了？他是你女朋友，没准你俩早在一起了。林侯爵，你说这话真的是太可笑了。人和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你没有了。还有这个，我进来的时候就看见了，董主任，他跟你签的吧？哎呦，豪俊啊，你自个儿千挑万选出来的亲子鉴定师，你自己都不相信，还跟人家签这个信任？你跟我谈信任？你晓得我当年经历了什么吗？我一天之内，我两个最信任的人辜负了我，你要我怎么信任？你告诉我怎么信任？我还能信任谁？别吵了。我签，现在可以去取样了吧？这都还不回来吗？都这么晚了，下班时间了都，这么重要文件他还不拿，该不会不回来了吧？喂，是。爱回不回？果然，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